我们的世界里只有两个声音，滴答。从一到十，只是人类语言转化为机器语言的最简单形式。此外，还有标点符号、英文字母，以及浩如烟海的无序组合。稍微轻轻一碰就是滴，稍沉一些就是哒。一个字，四个字嘛，一个字一滴哒，三就是一个滴，两个哒。你们必须发得快，一分钟内要能发120个字，就是480个电码，手指和发报键至少接触960次。地球上空电离层的变化对电波的影响很大，特别是在黎明时刻，你会感到收听对方电台的讯号骤然变小变弱，甚至消失。这时候你只有继续收听，从繁杂的讯号中去寻找对方的讯号。你们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谍报人员，有着超出常人的记忆力，绝对安全的出身背景，还有一双极其灵巧的手。你们要牢记秘密电台的保密制度，平时不准外出，不准到邻居家串门，不准和家里直接通信。你们必须提高政治警惕性，遇到任何艰险的情况时都要有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。是。动不动手，主任。梅郎，上面最关心的是梅郎。共党的谍报精英已全部集中在了这个学员班里了，能把学员班一网打尽，主任肯定是奇功一件。况且，讲，如果让调查科抢了先，那主任岂不是送给调查科一份大礼？再说，梅郎的秘密一定在这个学员班。学生不信，共产党一个个不是肉身做的。好样的。这是他们的二号电台，一旦梅郎出现一定要抓获的，听见吗？老大，这是要赶哪家的牌局啊？满脑子麻将，早晚丢了性命。我听着，今天任务特殊，不可大意。是。仔细检查一下哪个焊点松了，把它重新焊上。行，罗飞啊，你去给我买盒烟来。所以说，电烙铁。汉斯，老刀有吗？没有。来帮哈德门吧。走了。哎，又开始抓人了。
去迪斯威尔路，走。谁让你开枪的？要活的！谁？宋老师让我告诉你，江叔叫你回家。你是谁？我是宋老师的学生，我叫罗飞。学校出事了，他让我通知你，立刻转移。已经来不及了，你走吧。我来掩护你，赶紧带电台走。带个电台。谁都走不了。如果你能出去，一定把我这里的情况向组织如实汇报。梅郎没来接头，其他情况不详。我是梅郎和根据地的唯一联络人。我走后，你必须设法和根据地取得联系，恢复梅郎和根据地的通报。还有，这是梅郎的唯一标识，他们只认护密一号联络方式。但是我不认识梅郎，我也没有电台。这个只能自己想办法了，从阁楼走，快！仔细搜，小心点儿。必须设法和根据地取得联系，恢复梅郎和根据地的通报。外面还有几条鱼啊？走漏了一个助理教员，叫罗飞，那小子命好。出去买烟时侥幸逃脱的，一个都不能放过啊！是，我已命人全程搜捕。主任，梅郎没有出现吗？我已经严密布控，
只要梅兰出现，我保证让他插翅难飞。知道梅兰吗？人才。怎么才能找到梅兰呢？就这么问下去，啊？要让共党的电波在上海滩的上空永远消失，让这个该死的梅兰也消失。混账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我来直接向南京要说。汪主任，我看我们还是先忍耐一步吧，嘉奖令都已经下来了，在这个时候参李立亨一本，恐怕南京方面不好交代。他让我功败垂成，怎么，我就这样咽下这口窝囊气？不如我们现在开始实施 B 计划，强行突破，也许能柳暗花明。再说，梅郎这颗棋子，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了。好。只能如此了。敌人的这次突袭让我们损失惨重，我们组织的保密工作出现了重大的失误，令我们的同志身陷囹圄。我身为主要负责人，应当承担主要责任。现在还没到检讨的时候。中央指示我们，第一，要迅速查清被捕同志的情况，让行动组的同志制定营救方案。另外，就是要务必迅速恢复同梅兰的联系，梅兰的情报非常重要，事关全盘大局，所以我们要马上商讨出一个寻找梅兰的计划。焦书将已经牺牲了，二号电台也下落不明，执行这次抓捕任务的是76号，他们能对我们学员班了如指掌，那一定是我们的内部出现了矛盾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汪伪国防部那边的调查科好像很安静，所以以我的判断，梅朗还是安全的，除非二号天台叛变了。卖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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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报头，来给我来一份报纸。谢谢。卖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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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看，来看看，这有什么毛病？嗯，不错。这个不着急，这环球，那个我已经修好了。修好了？嗯，这可是马虎我的客户啊。
我看看。不错嘛，好啊，你就在我这干下去，今后我不会亏待你的啊。谢谢老板啊。按照这个地址，把他送过去。记住了啊，少说话，拿了钱就回来。好。干什么呢？收音机修好了，我是来送收音机的。跟我来。那是不是灯太小？老杨，我不信你修好了。哦，修好了。修好了。那就打开让我听听吧。稍等。这一片好风光，我要葬。哎，你是老李家的伙计吧？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？我是新来的。哦，把钱给他们，谢谢你们老板啊。谢谢，别客气。Darling， 今晚早点过来接我。你看这裙子，这个好呢，还是这个好 ？Lucy， 你呀穿什么都漂亮。我最喜欢的是你什么都不穿。讨厌，就嘴上行。换双鞋子，我再给你挑。我找人把这张鞋垫给抄了，为你出出气，好不好？不去了，再也不去了，丢脸死了。知道我多喜欢你吗？
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。那怎么还不来呀？马上就来。上海就这么大，梅郎找不到，连个罗非也找不到吗？你们俩明天就到街上去，啊，天天找，我不信找不到罗非。齐先生来看房了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随便。您里边请。来，哎，当心头。你看这房间怎么样？房子是小了点儿，钱好商量。齐先生，下来吃早饭了。哦，好的，马上下来。别客气，多吃。齐先生，在这住的还习惯吧？挺好，习惯。你去那儿。Hello, sir. How can I help you? Please. I won't buy this thing on the paper. Let me see. Please, wait a moment. If you haven't this one, I will go to other store. I can help you to take it. Wait a moment. That 奇怪的麦田声音已经消失了。其他我们已经监测到的电台也再没有发出信号。这一次，我们的确已经把共党的谍报网一举歼灭了。好。
有我们在，还需要什么国防部调查科吗？啊，笑话！过不了多久，上面就会把他们全都给并过来。早该如此了，看看他们调查科一个个终日无所事事，牌桌上下的赌注倒是高得吓人，看他们以后还神气什么？我说你不说麻将就会死啊！你看看这阿丹，这次多亏了他。你说说，哪部电台跟这个梅郎有联系呢？主任，这谍报机都已经缴过来了。那至于说哪部机器发出的奇异电码，这您不是太为难我了吗？这又不是打出的麻将，一捅三条都看得见。这破一密电码还得仰仗小丹兄，是不是？主任，皇兄说的没错。谍报员通常都会把文件销毁，的确很难分辨是哪台机器与梅朗联系的。我看，不如我们先把寻找罗非当做首要任务。齐先生，走，来吃早饭吧。哎，齐先生，你今天脸色不太好啊。昨天写小说写晚了，没休息好。齐先生，最近您在写什么大作呀？侦探小说。哟，我喜欢看侦探小说。我呀，还是个货桑迷呢。齐先生，什么时候也把您的大作给我拜读一下。没问题，等我写完了，一定送你一本。哎，那谢谢。护民一号出现了，1101号学员的名字叫罗非，直属教书匠负责，是此次事变中唯一幸免被捕的同志。罗非用护民一号和我们联系，显然他的确已经接触过2号电台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无人能证明罗非的真实情况。那么现在有两种可能：一，罗非所说是事实；二，敌人打死2号电台来掩护罗非，好取得我们的信任。现在上海除了罗非这部电台，还能否找到梅郎与总部之间提供联系的其他渠道呢？只有罗非会护民一号，这是梅郎和我们的特殊约定。通知罗非，从今天起戴好面具，任务和梅郎接头。梅郎和我们失去了联系，但只要梅郎还活着，就一定会继续监听收音机的信息，告诉梅郎2号电台撤销，新联络员面具，注意报纸行凶启事，面具身份待验，要提高警惕。不管这个罗非是真是假，我们现在只希望与梅郎的斗争经验成败在此一搏。
先生，你失散多年的兄弟说在码头等你，还有20分钟就要开船了，让你快点过去。罗飞啊，赶紧追啊！好。这回他跑不了了，你跟我朝他那边。王班长，快去旁边找，还不快追！站住！先生是来找人的吗？我在找祖师的哥哥，从广东梅州来的。普通的情报贴在电影院门口告示栏内，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接头时，我上门找你。等我找到稳妥的地方，就通知你。我如果遇到紧急情况，想通知你时，该怎么办？你第一时间通知组织，我会定点从收音机里收听组织的命令。如果情况很急，你可以直接到调查科去找我。万不得已时，你可以打这个电话。饶命啊，李先生！先生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饶命啊！你能把罗非再找出来？我一定能把他找出来，请再相信我一次。有计划了吗？有。说。那个。
今天看见他穿着打扮挺讲究的，手里还有枪，他一定是和组织联系上了，他手里就一定会有电台。我和他是一批学员，他的发报手法我很了解，我通过监听我一定能够找到他，相信我。我当然相信你了。啊，齐先生，我先生发高烧了，帮帮忙吧，齐先生。哎，妈，爸怎么样了？先别急了，没事了啊。哦。小姐放心，你父亲已经服药休息了，医生说很快就会好的。哦，这回呀，多亏了齐先生。齐先生啊，现在是我们家的房客。啊，你好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妈，我去看看爸啊。齐先生，这是我的女儿招娣，她的夫家姓马，5年前就下南洋了，至今没个音信。瞧你这一身水。你好，招娣小姐。给，快擦擦脸吧，一会儿一块吃饭。谢谢。你呀，不要跟我这么客气，招娣这个名字太土了，你还是叫我 Lucy 好了。睡了吗？我是 Lucy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其实啊，也没什么太大的事情，就是我有几个好姐妹吵着要打麻将，去搞牌搭子，不知道齐先生有没有兴趣啊？我正赶稿子，恐怕不行。你也不差这一两天吧？出版社催得特别急，所以今天肯定不行。嗯，那好吧。那只能这样了。
我仔细辨认了一下电报手法，他的手法很像一个人。谁？罗非。你确定？在课上，他做演习时的手法，我很清楚。他的手法极快。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现在关键是，怎么才能抓到他？赵然说的对，关键是怎么才能找到这条猫头鹰啊？罗非的收发报机，从讯号不是很强这点判断，他的瓦数不会超过10瓦，他的天线一定是单线。我们只需查找有收音机需要架设天线的人家，就能逐步缩小包围圈。好，这件事就交给你负责，动作要快。黄兄啊，你每次请客可都不是白请的。我想钓一条大鱼，事成之后，咱们兄弟俩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。哎，但说无妨，但说无妨。我要你从你们档案科帮我查一个人。谁？可是调查科的人。已经有确实的情况，明天他们会把被俘的同志秘密押送到市郊看守所，早上8点钟开始，途中会经过吉斯菲尔路、八仙桥，让组织安排营救。需要你赶紧把情况告诉家里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，这次你要冒风险了。放心，我马上回去发报。转告组织，天子计划还在制定当中，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。我马上回去转达。下次我们河边见。上吊。
事已至此，你就别难过了。这个不怨你。我知道情报的时候也已经很晚了。我浪费了半个白天的时间，否则……你已经尽力了。对了，有个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忙。你说。我能监听到76号的情报，但是苦于一直没有破译的密码。根据地也非常希望能够尽快的破译敌人的情报，所以。这个很难。国防部调查科和76号是两个不同的单位，调查科不方便插手76号的事情。而李立亨有个习惯，他喜欢把密码随身携带。所以这就更难了。李立亨，对了，一次特别偶然的机会，我认识了李立亨在外面的女人，一个叫 Lucy 的舞女。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她来接近李立亨。这个周末有一场金融大亨王喜福的庆生舞会，到时候各路要人都会参加。这是个好机会。那我能做些什么呢？跳舞。跳舞。嗯。这可是绝密的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是我自己偷偷潜入秘密档案科搞来的资料。李立亨见过我一次，而且张小丹如果跟他一起到来的话，我就会暴露的。我已经有确切的情报，张小丹是不会出现的。至于李立亨，他一定不会认出你的。的确不太像我，那我只有一个担心了。什么？我的舞跳的确实很糟糕。苏珊娜小姐还是这么漂亮。这位一定就是李主任金屋藏娇的 Lucy 小姐吧？李主任，我们可是很久都没有举杯共饮喽。对对对，苏小姐的酒是不能推辞的啊。Waiter，我敬你，李主任。这一杯呢，我敬 Lucy 小姐。来，干杯！幸会啊！李主任真是海量啊 ！Lucy 小姐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能不能请李主任共舞一曲啊？早就听说苏小姐的武艺超群，李亨才求之不得呢。是，三生有幸。你就不请我跳一支啊？我还是不够漂亮，别人请你来舞场，你就不赶稿子了？哪里？我只是出来换换脑子而已。
你的女朋友吗？我们只是朋友。听说作家都是很浪漫的。总有不浪漫的。你就不能把你的心思暂时放到我的身上吗？哪怕就一首曲子的时间。Lucy 小姐误会了，我是怕李主任不高兴。你就不怕我不高兴啊？我是担心我的舞姿让 Lucy 小姐在李主任面前丢脸。作家就是能说会道。来宾，各位朋友，大家请安静一下。我们都知道李主任是武艺超群，所以呢，今天我想有请李主任跳一曲 Tango， 为大家助兴。谢谢。好些了吗？我还以为你嫌弃我了呢。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咱们和他们较量较量。久违了这种轻松的感觉，那就好好呼吸一下夜晚的空气吧。哎，你在苏联待了几年？5年。你说我们要是在那里相遇会怎么样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相见恨晚吗？我是觉得我们特别有默契，你觉得呢？你是我认识的最好的合作伙伴。如果不是因为纪律，我会问你名字的。梅兰不好听吗？嗯，你在苏联最美好的记忆是什么？现在还不是回忆的时候，等革命胜利的那天吧。你说的对，一想起那些为了革命牺牲的同志和那些在监狱中饱受痛苦的战友们，我就觉得我应该赶紧做些什么。给你。
我会尽快冲洗出来，下次见面的时候给你。你留一份备用就行了，我的都已经在这儿了。你果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。夫人，刚刚得到一条重要的情报。明天再说，什么重要情报？我先走了。女人厉害呀，倒要看看他们还能做出什么来。回去。谁？是我，露西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可以把门打开吗？看你一眼就走。怕是不方便吧？我这样做，是不是特别没有礼貌？上来说话吧。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？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人的感觉就是这么奇怪。除了你的身份以外，我对你一无所知。但是，每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心里总……
梅兰不好听吗？你已经尽力了，你果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。他就是罗非。上午您让我来接 Lucy 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俩在一起，我没敢轻举妄动，就让您来看一下。这人我见过，苏珊娜的人。苏珊娜的人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。先不动他，钓大鱼。会回来以后你就变了。我不想再这样跟你下去了。再说，你也不缺我这样的女人。你看上那小白脸了？什么小白脸？你们家的那位房客呀。你不要伤害他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Lucy。你了解他吗？是我一厢情愿的，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还真看上他苏珊娜是共产党打入国防部调查科的秘密内线，罗非的电台就是苏珊娜通过调查科的关系为他提供的，而我们早就把苏珊娜很可能就是梅郎的情报上报了，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上峰的回复，这里面是不是会有什么问题啊？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对罗非的住所来一次突查，到时候不怕梅郎不现身，我看干脆直接把苏珊娜扣了，叫他们解释证据，让他们调查科颜面全无。好。国防部调查科，这次可是我们彻底搞垮他们的大好机会。这样，赵安。盯死苏珊娜，见机行事，随时都可以行动。阿丹呢？对罗非的住所不能够突查，暗查。趁他不在家的时候，进去先摸摸底，一定要拿到能将他置于死地的证据，要彻底啊，彻底，彻底清扫。来杯咖啡。好的，先生。你怎么还不走？不能前功尽弃，告诉老家，情况已经明朗，就在这两天。那你怎么办？完成革命使命。你我是同一类人，这个你明白的。我会和你在一起的。保重。
马上送出。天字计划事关重大，晚上我会按时接听根据地的指示。加急，我可能被跟踪了，我先走了。有问题吗？放心，我会第一时间发送的。 兄弟，别冲动，有话好商量，千万别伤着 Lucy 小姐。你们都退下，都退下，退下，把枪放下。科长，怎么办？蠢货，怎么办？报告李主任呢？是，走，撤撤。 Lucy， 别害怕，快下来。
人呢？你抓不到他的，永远。说，罗非呢？我还要告诉你，我爱的是他。我是面具，我这里出状况了，急需找到一部电台发报。怎么回事？情报发不出去。你在哪里？广场，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回不去了。现在只有一步棋可走，可是很冒险。你说。到我这儿来。天字计划发来了，赶快报告指挥部。组织收到，领导问候你们，感谢梅良面具出色工作。革命成功。Вашнего гиф. Эй, ты в Союзе待了几年？五年。天字计划事关重大，你已经尽力了，现在还不是回忆的时候。根本就不懂俄语，你也没有去过苏联，所以你一直不愿意和我一起回忆往事，彻底欺骗了我。对不起了，其实我并不想欺骗你。如果不是因为工作，我想我们可以成为朋友，甚至是……不用说了，已经没有如果了。真遗憾。没有汪主任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能见他。什么人？奉命验证一下犯人的身份。没有主任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
带你出去。你带我出去？搜查二号电台的时候，你躲在阁楼里，对不对？那就快想办法通知根据地，情报有误。我现在只能带你出去，发报你自己想办法。走。那个张小丹是76号打入培训班的谍报员，他跟踪教书匠，发现了2号电台，但他并不知道梅郎是谁。国防部调查科其实早就发现了梅郎，但他想通过他和2号电台给我们的组织传递假情报。没想到76号的行动破坏了调查科的计划，于是调查科抓捕了梅郎，对他严刑拷打，梅郎没有招供。这个时候，你的电台出现了，现在的梅郎，苏珊娜，国防部调查科在日本培训的破译专家，他破译了根据地发给梅郎的密电，于是他们酝酿了一场更大的计划，诱惑新四军主力进入他们布置的伏击圈。天字计划事关重大，你我是同一类人，这个你明白。我们的梅郎在哪里？已经牺牲了。我现在紧急需要一个电台向根据地汇报情况。我现在唯一希望能做到的是把你带出去。走吧。黄科长，怎么都不打声招呼就到我这儿来提人呢？我们李主任已经跟你们头打过招呼了，让我把人带回去马上提审。再说了，这也是南京方面的意思。你们调查科不会连南京的话都不听了吧？请留步。黄科长不介意我跟我们汪主任打个电话吧？请便。黄科长，你的马脚都已经露出来了，还不赶快把枪放下？啊，把枪放下！左边过来，开枪啊，开枪啊！下边的事儿就靠你了，我到广场下。好。那我引开他们，往广场开。在他们手里，这个会用吗？我是学技术的，谢谢。一定把电报发出去。一定。追上来，快！
等一下，罗非呢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黄正安。苏小姐，我差点上了黄兆安的当。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料到的。你跑不掉的面具。摘掉白手绢，看看真梅郎留给你的话吧。本名林书。
了。